这样还太远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Campo。那今天要继续来玩 LSPDFR 的第三 A 队，哦对，第三部。然后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会有什么疯子吧。有恐怖攻击啊！走，这个好像还蛮严重的哦。我先叫一些支援好了。好。Oh shit！ 火力强大。Oh fuck！ 啊，不要躲这里，不要躲这里，干！快过来！支援来了没有？快死了！哦，好，一个挂了。一男一女的嫌犯。哦，那个支援来了。哦，shit。好，他们死定了，他们死定了。我补最后一枪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先把他们武器没收。太猛了！哇，我的车子已经警车已经冒烟了哎。好了，这边我先封起来吧，因为这边有死人了。好了，感谢各位的帮忙啊，这边我来就好。叫 Corner 来，因为这边有尸体。血，我的车先。我先把它移，哇塞！你看看他们的火力多强，其中一个是拿那个重型机枪啊。哎，我的栅栏怎么不见了 ？Sorry， 这边不准过。好，等监视人员弄好了。哦，包成袋子。好像垃圾袋哦。闭嘴啦，他们弄完就可以过了。OK， 好了。哦，车子还爆胎，我车子要修一下，因为被火力强大的攻击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继续巡逻吧。刚开始马上就遇到恐怖攻击，太猛。好像没事了哈，变安静了耶。我们到后面一点地方看一看哈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好像一到三章好像都是白天哦，可能后面一点可能有可能会有在晚上执行的话，执行啊。然后改的车辆可能会比较多一点。哦，那闯红灯，闯红灯。哎。怎么？哦，有了。刚跟我讲他要跑了哎，然后是非常慢速的跑。我先到他前面挡一下，他会不会？
应该是不会吧？我先叫他到旁边好了。他会理我吗？他就会。他是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再叫他靠边停一次好了。算了算了，我直接挡在他前面好了，因为这样子，反正他很龟速的跑嘛，我就直接叫他下来。哦，他冲！这样还不下车，那我就只好拉你下来。哦，下来了，还跑上去，你给我下来！又来了 ！Oh fuck！ 要打他脚了！干，前面那个人一直挡啊！不要跑！这样还太远了，看，太扯了吧！你不要，会把他打到死啊！因为没办法，这个跑步就是那么慢啊，只能打他脚了。LSPD， don't make me shoot ya！ 好了，总算追到了。Gotcha！ 给我跪下。好，我看先收他的身啊，说不定他身上有带什么违禁品之类的。没东西啊，那酒测一下好了。酒测 0.93 就是喝酒，难怪要跑。那你就依酒驾移送法判，好吧？再叫那个来接他好了，来了。然后这边有两台车，好像停在这边不太适合哦。开单吧，不要再跟着我走了，你要被他们带走了。在车，好吧，开完单了。然后准备被拖掉。停在这里，有没有搞错？前面那台也一样啊，开完灯再脱掉啊。我的警车好像还留在那边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也是啊。罚单。吊车在干嘛？我发现吊车很笨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吊车死刷过来。啊，算了，这也拖了。然后我就要走人了，因为我没办法等那吊车在那边等。好几天啦，终于有一台可以过来了，然后那台我不知道卡在那里干什么哦。他们直接从那个戏院出来，好了，我要跑回我的警车了。哦，对，那边还有一台卡车要拖掉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如果不在的话就算了。哎，不在了，反而是我的警车挡住了，因为他要跑，我也没办法啊。OK， 走一走，结果。
然后两台都被拖走了。那台车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被人家偷了吗？怎么会有车躺在这里啊？我先把这边路封起来好了。因为我要查一下他的车牌。多少啊？69PSN8 多少？那是多少？40吗？没有查错的话，就是太怪的名字哦。可是他的车子有受损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被人家偷一偷，然后再丢来这个地方，我只好再拖掉走了，不然我也没办法。哇哇哇！不准过，他直接被那个，直接被那个什么、啊？哦，你看那台拖车真有个笨的，怎么在那里？我、哦、算了，我要走了。这拖车是最笨的，好吧，拜拜。然后这台拖到现在还在这里，哦，会不会太扯啊？这样我怎么过、哦？我只好先过来这里了。我听到警笛声了，但是我这边没有那个通知啊。看来现在还蛮险的哦，都没事了嘛。那台拖车怎么跑那个地方去了、啊？算了算了，会不会不想管了？这台车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老天啊，怎么那么多问题车辆哎、欸？好吧，也是这样叫拖车，然后又要被卡在车阵里了。啊，这次的拖车终于比较聪明一点，然后还撞到两个路人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他要把路边车撞！哦，谢，他不要撞到我的警车。好、哦，没事。哦，太屌了！然后我现在要去处理那个尸体了。两个要来拖那台车，然后直接……啊，好吧，算了算了。这边先暂时封起来，因为有天才司机把路人撞死。哦，切，要死我！今天是怎样啊？怎么问题那么多啊？一下是无缘无故都停在路中间的车辆，然后不然就是智障拖车。啊、哦，好吧，算了算了，不意外。垃圾袋，把人丢到垃圾袋里面，
好屌啊！OK 了，可以过了。哦，这台车我懒得开法了，这太麻烦了，因为那个拖车都太笨了。终于看到有一个骑摩托车肯戴安全帽的，太棒了，这是好典范。看来今天这集还蛮轻松的哦，除了一开始遇到武装分子以外，其他都没，好像就是一堆。哎，我才在跟你讲说你很棒，你给我红灯右转，你给我过来。据点。OK。啊，我先来问一下他有没有喝酒？有，很诚实。酒测。哎，有说有喝酒，然后都没有酒精反应，我觉得应该是骗人吗？还是算了，改了。然后先问他的 ID， Kiflon， 这什么名字啊 ？Dan Robertson， 而且还是两个 A 耶，真是。好吧。哦，没，我好像打错了吧？看一下啊。嗯，打错了，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，我先看一下。Robert， 对啊，我没打错啊。哎，我有打错吗？我不知道。算了，再打一次。哦，有了，都没有，都是初犯，真的很喜欢初犯，你知道吗？是红灯右转，然后就给你开一张罚单了。哦，那旁边的位置那么宽，后面就要塞成一团。Alright, have a nice day. 好啦，那今天这个 LSPDF 第三章也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所以可能接下来就是第四章或是 LCPDFR 了。嗯，有可能目前是主要是 LSPDFR 了。路人是在鬼吼什么？好吧，那今天这个 LSPDFR 就到这里咯。拜拜。